为什么全铲呢？因为就是全铲呢。哎呦我！猴！我准备好了。来了猴。 还是天神猴，赏个皎月，赏皎月，先拿皎月吧。 天神局，天神看看现在啊，现在看看这天神行不行？八天神可不咋厉害呀，真的，真不是我说的，八天神可不咋厉害呀，我跟你们说。 天神什么能转？大剑，上银马吧。 这哥们儿好猛啊！猴哥，别的咱不说，这把你到底行不行？给我个信儿，好吧？ 行，我就干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拿个猴 C， 众秘天神猴。 猴子后期乏力，那确实后期乏力呀。玩嘛，真的是，对不对？玩嘛，这虽然这猴后期会有点乏力，奔着第四走呗，不行就奔着第四走呗，对不对？ 刚不说这把第一吗？那这把第一那就得玩强势阵容，那就不能玩猴。这应该也能赢，没事。
再给我几只猴。哎，为啥不是我先出去啊？这波没打着大剑，没拿着大剑确实挺难受的。这一个天神也没有啊，这是为何？能打过不？哎，就走猴了，不墨迹了，兄弟们，不墨迹了，好吧，这把就走猴了，咱别磨磨唧唧的，说玩就玩。来吧，刚你妈和饮血剑，我操了！重装饮血，还好，我只仅仅只合了一个饮血剑，没合多少东西，没事，咱先拿一个。没事，我这猴现在无敌。看能不能给个大棒子啥的，装备还行啊，装备还行，还算可以接受。转狐狸啊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转，咱直接就上法爆了。法爆春哥那个不行，就合无尽不就行了吗？
天神狐狸一炮清平。那可不太行。来个四重装，让猴，让猴啊，肉一点。这猴怎么不打老母狙了呢？完了，这猴得58点攻击力了，一顿吸呀给呀，尝尝我饮血猴的厉害吧！你给我死！37点攻击力，行不行？尝尝我饮血猴的厉害吧，小伙子！真理之意与我同在。我再上个猴。行，小月正好给我充电，挺好。炸一手，往这儿炸，哇！还是这个爽，还是这个爽啊！整个老破猴，在这打人，打半天就给人刮痧。正好这波拿个锁子甲，只要不要大腰带跟魔抗就行。我们大棒这都行，只要别留这俩，其他的都可以，都能用。再来个大棒。锁着甲居然都不行啊！四天神有四重装厉害没？哎呦我操，他是猴啊！我一会儿学习学习这猴到底怎么玩的。嘣！我一会儿学习学习这猴是怎么玩的，他不也给合了个饮血剑吗？重装猴，他在找猴呢，看看他要是能打到前几名，我们这把
以后就有东西了。不过虽然我们是第一，学习第五名的套路没什么意思，但是学到了，活到老学到老。给我点个赞，谢谢。三国不一定能打得过呀。那个猴是跟我学的，关键吧，他们水银太多了，你知道吧？那猴那个晕，不太好晕人，万一碰上啥绿纹啥的，那前排整个水银，那没办法。锁着点，我操了！看起来我得亲自掌控局势了。我现在有80多滴血，现在是70、60、50、40。哦，有夜游狐狸可以玩是吧？早为什么不说呢？不对呀，夜游狐狸怎么玩啊？我不整那些乱七八糟的，我都不会玩那夜游狐狸，没玩过呀。夜游狐狸少上个维恩呢，先这么地儿吧。
这把我自己玩啊。如果我们第八了，我们再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。现在我们先自己玩两把，玩一玩。我不看你们了，有点乱，头有点乱。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剑魔，一个狐狸，两个瑞文，两个晋，小猫给它放出来，两个锤石，腰子要不要？腰子不要。启动的穴位有点慢，但应该能打过吧？呀，差点虚区。毒蛇。
狐狸放第一排，直接放大。威恩进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质量稍微差了点儿。春哥没有，没有春哥，拿这个吧。没有啥右装啊。三个刀锋，反正我现在没有容错率了呀。血太少了。
没了，估计十滴血。哟，我操，剩一滴。还能让我顶一轮啊、哦！我这把给晋上夜幽挺好。不应该给这狐狸上，这阵容不是那么很厉害。搭配起来的强度没有那么高。差个啥？差个露露、莉莉亚，莉莉亚也递不出来呀。哦，递出来了，那还行吧，那还行吧。这要都打不过，那也没办法了，那就只能这样了。我估计后排要有劲呢、啊，应该能打过。这我不第八了吗？他们全死了，死的血都这么少，我死个十三滴血，我第八，操！哎呀，我操了！他们全死了。第五名，我们十三第一，我们第八名。